帮面的嘛那不，台湾华语房间房间，男孩和女孩住在不同的房间房间，男孩和女孩住在不同的房间床，两个房间里。 各有一张床，床。两个房间里各有一张床，棉被。每张床上都有棉被，棉被。每张床上都有棉被，衣柜。 房间里各有一个衣柜。衣柜。房间里各有一个衣柜。背包。哥哥的背包挂在椅子上。背包。哥哥的背包挂在椅子上。袜子。 哥哥把袜子放在床上。袜子，哥哥把袜子放在床上。皮球，哥哥还把皮球放在床上。皮球，哥哥还把皮球放在床上。 收音机，哥哥打开收音机。收音机，哥哥打开收音机。漫画，哥哥一边听音乐一边看漫画。漫画，哥哥一边听音乐一边看漫画。 玩具，我最爱的玩具是车子和机器人。玩具，我最爱的玩具是车子和机器人。收集，我收集了很多邮票。收集，我收集了很多邮票。 邮票，有些邮票是新的，有些是用过的。邮票，有些邮票是新的，有些是用过的。睡觉，小狗喜欢在我的床上睡觉。睡觉。 小狗喜欢在我的床上睡觉。娃娃，妹妹和姐姐的床上都有娃娃。娃娃，妹妹和姐姐的床上都有娃娃。书桌，女孩的房间只有一张书桌。 书桌，女孩的房间只有一张书桌。书架，姐姐的书桌上有个书架。书架，姐姐的书桌上有个书架。小说。 姐姐的书架上有很多小说。小说。姐姐的书架上有很多小说。制服。哥哥的制服挂在衣柜外面。制服。哥哥的制服挂在衣柜外面。日记。 这是哥哥的日记。日记。这是哥哥的日记。卡片。他们用卡片玩。卡片。他们用卡片玩。积木。妹妹坐在地上玩积木。 积木，妹妹坐在地上玩积木。